我们现在吃完晚饭了，我邻居家修了一栋别墅，所以说我也很好奇，我们去看一下到底是啥样的别墅。我们沿着这个小路过去，然后往那上去就是我邻居家。三炮。哎，你别不走啊。哎。我们来看一下。小桃那个大呀，小桃啊。你拿什么烟的？我回家两天了。哦。要完了哈。还没有。那里是烤肉，这边是烤火煎火腿的筋。对哈，你这个说哈。你这个炒不后边是抓着的？一个房间。楼梯。哦，楼梯哈。就比较小巧哈。去的比较小巧。这是烤火煎哈，烤火的或者煮。还有个厕所，厕所哪有个房间？哇，它这地有点好噻，这可以放杂物。你的装修还要花儿钱吧？那个房间。看那个装修。你自己设计吗？还是找外面装修公司？自己。哎，那房子都是你自己设计的哈？有些事情我没设计，我是找的我是设计师。我觉得可以。哎，你的房间总共有好多个房间啊？上面四个，下面。厨房、烤火间、头出来还有三个。哦，你住的几个厨房啊？一个。一个厨房啊。一个厨房就够了噻。下面四个。还可以大阳台哈。阳台够阳光哈。都有厕所，这边有厕所，这边有厕所哈。一层一个。一层一个哈，够用吗？够用。你现在都喜欢你不经常回来，那你以后没这个回来？我们有时间能回来，平时。哦，自己平时都是包着哈。没得房子，没得空的。哦，那种安逸些，安逸些，就相当于就是两样和包子了。以前，包子好看点。两平。对。我们刚参观完这个别墅，现在呢，还是毛坯的，还没装修。好像已经花了20多万了，但是呢还在修，估计后面会花更多的钱吧。走，我们回家了。